李先生介绍，金地自在城由一批小区组成，他家所在的求学里小区和乐活湾小区十方别墅共同成立了乐活湾业委会。求学里小区是2015年交付的，有1000多户人家，但是车位数量不多，除了路面68个泊位之外，地下车库还有630多个车位，其中260多个平面车位都被业主买走了，剩下370多个是机械车位，每排机械车位分为上下两层。记者采访的时候，小区业主的私家车都停在机械车位下面这一层，在车库的通道上也停着一些私家车。李先生说，原本小区地下车库是扫描车牌抬杆放行，只有购买或者长租车位的业主才能开进来。我们这个车库当时是分两种，一个是平面的车位，然后当时因为开发商造的车位不够，他一部分搞了300多个机械车位，大部分是没有卖掉的，然后小部分卖给了业主。李先生说，第一届乐活湾业委会是2020年11月成立的，地下车库的部分道闸杆也是这届业委会决定打开的，那批原本空置的机械车位变成了临停车位。机械车位大家随便停，然后随便进，然后也没有管理，然后很多进来之后找不到机械车位的，然后就停到过道上了，就严重影响了我们的通行。这个地库也比较暗，最严重的情况就是我们下来取车的时候，那个门都堵了。那么这个现象已经持续多久了呢？1年多了。李先生认为，把空置的机械车位改成临停车位是好事儿，可地下车库的道闸杆一抬起来，乱停车的现象就避免不了。对此，他有一个建议：解决居民的停车问题，我们是大力支持的。但是停满了就不要停到过道上去了。我们本来假如这个100个机械车位了，临停设置100个，临停的车位尽量少一辆。原先的买的车位的业主就是扫牌直接进。李先生说，他向小区物业和社区多次反映情况，可地下车库那些道闸杆一直没有放下来。我已经跑了1-2个月了，之后跟物业主任沟通，跟社区书记沟通，物业主任给我的答复就是我们这个可以实行的，物业在等待物管会的同意。你们小区不是有业委会吗？我们小区业委会已经到期，然后现在是物管会接管，社区书记就是物管会的主任，他们就说这个问题就是不愿意表态。采访当天是周末，按照李先生提供的联系方式，记者拨通了物业主任的电话。对方首先介绍了上一届业委会决定抬起地库道闸杆的情况。当时不是地产公司卖机械车位，应该是卖了60个啊。当时应该是社区业委会政委领导也都沟通过这个事情，地产公司的意思就不卖嘛。当时求学里有很多业主写了封联名信到业委会的，就是要求把这个地下车位拿来临停。那么当时就把8幢前面的一个出去的那个道闸杆把它竖起来了。临停的时候，临停时呢也是跟地上是一样的，就是一次12块嘛，4个小时嘛。下去，因为前段时间天气冷了，路面临停车位就也都从那个8幢道闸停到下面地下车库去了，好几次呢就停到过道啊。这个地库当中有没有乱停车的现象？那肯定难得总有业主会，比方说上去拿个东西啊。物业主任表示，他们会加强地下车库的停车秩序管理。但是要把那些道闸杆重新放下去，还要走一个流程。因为这个车位是地产公司的嘛，拿他的车位拿来做临停，实际上是不合规的。现在呢，有几个业主要把这个道闸放下来，有些人为我们在换届嘛，那我是需要管委会授权，我们把这个道闸放下来，然后把系统搞好。求学里小区地下车库的道闸杆能不能放下来？原本空置的机械车位又该如何管理？记者找到了杭州三墩的自在城东苑社区办公室。关于求学里小区地下车库的那批机械车位，杭州自在城东苑社区的宗志委员表示，具体情况确实有点复杂。首先就是求学里小区和另外两个小区的关系。乐活湾业委会它是包含了那个乐活湾小区、十方别墅还有求学里三个小区是在一起的，是形成了一个业委会。当时呢，第一届业委会呢，因为是到2023年11月份是到期了，到期了，目前呢正在会计当中，目前是由物管会管理后续的事情。目前停车的情况呢是第一届业委会他们决议是把道闸放下来，因为当时有很多业主联名写信给业委会的，那业委会临时决定把道闸抬起来、把有一些那个机械车位啊，空置的机械车位当临停车位。社区的张委员告诉记者，求学里小区地下车库的机械车位又分成3种情况。有一批是有业主已经购买了，大概有几十个车位，还有一些呢是长租的，当时那个买房子的时候长租10年以上的左右的啊，他们长租的有一批，还有一批就是空置的，开发商没有卖出去的。
关于业主李先生提到的临停车辆管理方式，张委员表示，求学里小区有1000多户人家，路面泊位和地库车位加起来只有700多个，停车位一直比较紧张，这段时间刚好赶上业委会换届，想让物业调整停车管理措施，必须走下面这个流程。有社区街道跟那个业主代表，形成的那个物管会，包括以后比如说就相当于做业委会的事情嘛，然后就是要形成会议纪要，然后再去让物业去做这个事情。目前的情况呢，我们想走的下一步情况呢是呢，先把有需求的业主，包括是一个要放道闸的跟没放道闸的业主，我们想大家一起约起来，大家再商讨一下，包括物业形成一个决定。如果是说真的道闸放下来了，那路面停车的这种压力，乱停车的这种情况，那我们也想让物业公司去出一个方案，怎么加强这个管理。李先生又提出一个问题，小区地下车库多数机械车位的产权都属于开发商，接下来这批车位的管理如何争取开发商的认可呢？本来我们就是想约了开发商，包括那个跟物业这边先去谈这么一个情况，就是说物业其实也跟开发商那边也去商量过了，就是说到时候这批车位就是拿出来租，租了之后那到时候肯定是利益分成嘛。其实有很多方案我们都讨论过了，甚至联想到是什么呢，等第二届业委会成立了，我们把所有的机械车位让那个业委会全部买下来，买下来以后就是相当于由业委会来出租。三个小区同属于一个业委会，李先生担心等新一届业委会成立之后，求学里小区的业主代表和业委会委员在自己小区的事情上能有多大发言权。那因为三个小区是从那个实际上是分不开的，我们就上逻辑上分开，就是说以后就是说求学里的业主代表包括委员来决定他们自己小区该做的一些事情，就特别一些重大事项，那这样就不会是说我十方别墅的业主来指挥求学里的事情。业主代表跟当第二届到时候委员，如果提个议案，因为毕竟有一些东西要通过业主大会来表决的嘛。幺八幺八黄金眼记者报道。